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本土病例增加333例，让人相当惊吓。云林县政府嘛，伫15号宣布进入准三级的防疫。今仔日经进一步前往桃园第二市场做宣导，呼吁民众爱挂嘴安，同时提供摊贩防疫的海报，和大家做回来宣导防疫。菜市是真侪民众采买的重要民生场所。面对现今的疫情状况，更是要来加强防疫。而这摆，云林县政府也和桃园镇公所前往桃园第二市场实地宣导，提醒民众要记得挂嘴安，共同防疫。大家也拢是相当配合。到酸多嘞啦哈，到酸多嘞哈，谢谢你们配合哈。你刚刚状况大概安那？还好诶，我拢有挂咧。拢挂吼，嘿嘿，有人带来买卖，人拢有挂。家己拢知影来做防疫啊。嘿。大家拢会接啦，你看大家拢在挂，在拢挂个咧，有无？大家拢挂啦。拢有啦，拢有啦。拢会给你挂嘴啊。哎呀，无挂咧。现场桃园镇公所也做到一份防疫的海报，提供予店家来打，予防疫会当更加落实。虽然讲即卖因为疫情，加减有影响到生意，不过确实个做好防疫，才是即卖大家共同的目标。生意受疫情影响？当然会啊，差很多。实际上有差哈？有差有差。人流少蛮多的。对对对。当然有差咯，这人家去减少会惊。啊，希望吼啊，大家吼共同防疫啦吼，会使你。来这个群聚的市场的时阵，诶，菜市场吼，拢会使为口罩戴好、戴满，啊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目前县政府也伫5月15号宣布进入准三级防疫。另外，针对有确诊个案来到云林的消息，县政府也伫调查了后公布卡页，并框列4位的居家隔离以及10位的自我健康监测。我们在逐季的公布哈，会明列哦，让所有乡亲哈能够更加清楚、更加明确啊，知道它的逐季分布在哪里哦。那再来呢，也透过这个个案哈，我们在啊居家隔离的部分，我们框列了4位哈。那健康啊自主健康管理哈，框列了10位了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啊逐季公布以后呢，我们就进行消毒哈。那也在所有的这些场域里面哈啊加强宣导哈。关注的是也提醒民众。在卡页公布了后，若是有曾经去用这些场所的民众，都要给你做好自我的健康检测，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也保护别人。记者林华差不多。